明知道早餐店里吃的咸菜，在家怎样做才最好吃吗？今天我就把最好吃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将香菜洗干净切成段，尖椒切成丝，咸菜疙瘩从中间切开，用刀片成薄片，切成均匀的细丝。咸菜切好以后，加入凉水淘洗几遍，把水分挤干放入盆中，加入蒜末、干辣椒段，用热油炸香，接着加入生抽、香醋、香油、鸡精1小勺、白糖2小勺，加入香菜段和尖椒丝，戴上手套，像我这样轻轻翻拌均匀，装盘挤好。这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拌咸菜丝，简单真实一做，真的很好吃。你也赶紧在家试做一下吧。我把这道菜的细节和要点都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了，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。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的，明点个关注，我来教会您。关注我，每天教您做好吃的，一定要记得双击收藏哦。